斯坦小姐，今天准备给大家说一道酸辣味美的炖番鸡，切切准备一下哦。涮涮的公鸡的肉就是好吃，什么煮什么香，都非常的入味。那先去休息一下哦。全连跟小葱，配菜都准备好，可以去生火了。水烧开，下入葱姜，公鸡过三次水哦。放放手哦，快食筒进去看一下，可以进去，放放手就可以哦。鸡放放手要微微带点血就好哦，香辣油爆香一下料头。小米辣，加入时间，切好的鸡块倒进去，蒜抽，半勺的米醋，蚝油。盐巴、鸡精、白糖，加入红辣椒丝，可以出锅了。香喷喷的味道。做好了，你们先尝一块。用手抓着吃更香。味道太好了。米醋煮出来的味道太鲜了，又滑又嫩。今天这味道太酸爽了，非常的好吃，吃的嘴巴又辣又鲜，特别好吃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